别碰！小苏，你别碰我！小苏，你睁开眼，是我，裴周。 小苏，你醒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头还疼吗？我给你倒杯水。 你不是刚知道的？是。什么时候？你办舞姬的时候，果然，你一早就知道我的身份，你却假装不知道，还故意试探我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绝对没有恶意的。 整天看我卖力的演出，想看猴戏，你知道这样有意思吗？小苏，你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别碰，听到没有？一个女孩子。 在最天真烂漫的年纪，把自己藏起来，自然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一女扮男装，在朝中任职，已经是欺君之罪。何况，明镜署里面个个都是探案的高手，想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掩藏身份，更是艰难。
别说了，这些年你一定过得十分辛苦，我又怎么忍心揭穿你呢？ 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。如果你不相信，现在就可以杀了我。我不揭穿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因为我喜欢你。 为什么？你昨天还……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我昨天被关了药，意识不清醒，这不算数。我现在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。 我不喜欢你。